这个呢是地道的上海人的口料，要做好这道菜也不容易，一定要看好每一个关节。上面呢规定了炸的时间太长。它这些筷子有什么作用的呀？像不像你玩的玩具？嗯。欢迎收看丁叔私房菜，我是主持人蒙大叔。丁叔大家好久没见了，丁叔给大家打个招呼。观众大家好，今天呢我们有一位新来的好朋友，Joy 跟大家打个招呼。谢谢大家好，我今天特别激动，有机会尝一尝丁师傅的菜。你看你中文讲的真棒，你是在这边长大的对吧？这边对，以前在家里做过菜吗？做过一点点，做过一点点。是，我还是特别激动尝一尝。OK， 今天跟丁叔学好吧？丁叔今天做什么菜？今天呢，我们做笋干扣肉，是我们上海菜的地道的上海菜。本地人，上海本地人最欢喜吃的，笋干扣肉，肉呢？要挑新鲜的。侬不要讲上海。刚远去上海，我没关系。肉呢，一定要挑新鲜的。现在我们呢，就是把边呢去掉它，这个肉呢，这个已经呢干清洁的很干净了。因为这个是新鲜的猪肉，五花肉，有肥的有筋的，正好。等一会儿煮一下，好，我们先把它洗一下。好，洗干净了以后呢，就把这个肉呢拿出来，放到水里去，放点生姜，放点酒，酒呢放到一勺子，这是料酒是吧？对，料酒，这个生姜多放点啊，放下去，生姜，好，就开火烧好了。这个肉呢要烧大概45分钟。先用大火，再改成小火，焖在里边。好了，这个肉呢已经45分钟到了，所以呢，这个用这个针啊，给它呢擦一下。为什么要擦呢？因为呢，这个肉呢一炸以后呢，它会呢就是说，如果你不擦的话呢，它可能有的。皮啊什么一下子破裂了，这样的话呢，它就不会破裂。好，这个呢，放一点点醋，让它的猪皮呢软化一点，炸的时候呢容易发松，容易就是脆。放一点点盐，这样擦一下肉皮上，就这样好了。准备呢炸。这么大块肉，我要炸多长时间啊？炸20分钟，油温呢低一点也没关系。用这筷子呢，切几个段，就插在肉里边。插这些筷子有什么作用的呀？插这个筷子呢，这样肉皮放下去呢，以后呢，它呢就不会焦了。否则的话呢，捏在锅下呢，就不是最好。它会粘锅。不粘锅，就我们这样。油温呢不要最高，一方面呢，这个炸呢上面呢不要炸得太透，给它稍微炸一下就可以了。OK， 好，把它盖起来，慢慢的炸，炸得金黄色的，脆脆的，特别好。这个菜呢，它呢这个肉呢。等一下呢，就炸好以后呢，再要泡在水里，水里泡好了以后呢，还要蒸，蒸那个笋干呢，我等一下还要炒，那个烧过，用呢肉皮红烧烧好，笋干呢在这里，等一下呢，我们用肉皮呢我已经煮过了，笋干和肉皮呢。也可以烧了，我们呢放点生姜、葱，我们呢给葱呢爆香一点，
这个包子香了以后呢，就放点酒，放一勺两勺酒，酒放下去，把这个肉皮翻一下。这个肉皮我已经处理过了，我先是熟的，放点酱油，这是高汤 ，OK， 把笋干下去了，焖在里边焖一会儿，这个肉差不多了。翻过来再炸一下，都适当的炸一下。哇，看着好好吃啊！颜色很漂亮啊。好了，有点颜色就可以了。上边呢不一定要炸的时间太长。哇，好漂亮啊！炸20分钟左右哈。这个呢，下边呢就不会粘锅了，就呢颜色呢都一样，很均匀，很均匀，就呢泡在水里。我们这个呢有个冷水，泡冷水，冷水呢泡在水里，就这样泡进去。泡在冷水，冷水里呢让它皮发起来。泡完了以后，这个皮一炸过，一泡它就会起泡泡，就发出来。这个呢就泡在里边。泡在里边以后呢，它就等它翻起来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笋干呢这样烧呢比较有味，烧的呢时间也蛮长了，比较香是吧 ？OK， 这个肉皮呢放在边上就不用了，最主要呢给它有味，这个一定要味，要肉香的。上海本地人呢就是说。笋干扣的呢是一道名菜，地道的上海名菜。好了，这个呢肉呢也，哦你看泡的那个透，一定要这个很松很松，这个肉皮呢全部要泡起来了，可以呢切在碗里可以蒸了，刚才笋干呢也烧过了。这个呢是地道的上海人的口肉，笋干口肉，啊，好吃的不得了，像是棒子。这个肉呢，我们呢就给它呢切在这个碗里，边上呢修掉一点，修一下，修修整齐，切得厚一点哈，吃起来过瘾。我们中餐不光是讲好吃，还要讲色香味都有。这个呢，一定呢不要切得太薄了，太薄的话呢，等一下一蒸呢会缩小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呢就这样给它放进去，皮朝下，皮往下。好了，这个呢，说是呢打一点进去。打点素食进去呢，生姜很重要，我们放点生姜进去，多放一点没关系，放很多 OK， 放一点点花椒，不要太多，香味不要盖过肉的味，太多也不好，一点点葱放一点，拍一下爆一下就可以了，稍微爆的有点香味就可以了，放一点点油，不要太多。这个爆香一点就可以了。放点酒，酒呢任何地方都可以放，包括炒素菜也可以放酒。放点高汤在里边。是爆锅用的。好。放点酱油，放一点点老抽，记得放是老抽 ，dark soy sauce。老抽不要太多，放点酱油，好了，这个香味出来了，味道好极了。
我们呢要放到扣肉里边去。哦，这个不用勾芡的是吧？不要勾芡，这个让它蒸。哇！哈哈，好，这个呢就可以了。我们呢基本上呢完成了，是了是了。现在呢就要蒸，这个呢蒸的呢时间长一点，蒸它们一个小时20分钟。哇，这个菜要泡好长时间的。要做很久，对，它的工序比较繁琐。你像刚才它煮肉就煮了好几十分钟，然后又泡要泡20分钟。真的。对呀、啊，然后再要蒸一个多小时，真的。所以你看中餐其实学得很深。嗯，中国菜真的不容易做。喜欢吃吗？嗯，特别喜欢。那就不容易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1小时20分就到了。到了以后呢，我们就把这个东西拿出来。好，出锅。哎呀，出锅了。哎呀，才蒸鲜。哇。哇。香味出来了啊。出锅了，好，好了，我们就可以了。大嘴，把大盘子拿好来，出锅。看你看了啊，表演。这个呢，就要把它倒过来，一下子就过来。就刚才那皮在下面，这皮马上在上面。哇，好好看啊！这个是丁师傅用手刻出来的。真的，这是什么？这是 radish 萝卜。哇，好好看！啊，这菜呢，一盘就成功了。耶！这就是呢，上海扣肉。这个是配馒头的呀。这个是包。割包叫割包，割包像馒头一样。哦。有的时候有些店吃烤鸭，北京烤鸭也配这个。对。好。哇，漂亮。这个肉呢，就是说，通常的话，美国人呢很喜欢呢，就是说，把它呢搁在里边，一块肉，一个包子，一点笋干放在里边，要捏紧了这样。吃就像美国人的汉堡包一样，啊，很就像美国人的汉堡包这样吃，很好吃的。等一下，妹妹你试试看，保证你很好吃，而且蒸的时间长了，它肉呢看起来呢稍微有点肥，但是它一咬下去呢就全部化掉了，哇，很好吃的，嗯，看着很好，我们已经迫不及待了，有点像北京烤鸭这样。呀，差不多了，但是这是上海的地道的。通常的话，人家呢做梅菜扣肉、芋头扣肉，但是我们上海人呢，本地人呢，是做笋干扣肉，是很特别的一道菜。要做好这道菜也不容易，一定要看好每一个关节，啊，每个关节一定要就是说，不能时间太长，也不能太短。肉一定要就是炸得脆脆的，所以呢，这个皮呢这么脆，看起来这么好。就是笋子扣肉，丁师傅的这个拿手上海菜。上海人的笋干扣肉。哎呀，只有上海人。好嘞，不得了。因为我们的丁师傅原来是上海锦江饭店的五星级的啊，就是大厨，所以他这个水平是绝对是一流的。今天不光是我是制片人啊，所以我也要来啊，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来尝一尝。然后呢，我们邀请了这位老白是，哎，老白是特别热爱中国菜、特别热爱中国文化的老美啊，他也想慕名而来尝尝丁师傅的菜。
那么 Joy 就有事儿干了，帮我们做翻译啊。丁师傅，你这个英语可以的吧？啊，可以的啊。我的英语不行。不行，不行。就是那种那种，能听得懂。啊。有的时候养姜。眼睛刚亮亮，羊羊羊，又搞得嘞，又搞得嘞，可以。那我们今天除了教老白怎么学，哎，首先我们要教他，你会用筷子，可以用手。这是 open， 哎，这是open， 呀 ，little bit， 笑，行，二十三，行，呀，特别标准 ，second time clean， okay， 我从来不知道。还要这样？这是 tried， 这是 cock， 这是 need， 这是六个棒。棒。这个这是 open。就那就来一个。这个是割包，割包，割包，把它打开啊。这是来给那个三味粥。那个 sandwich，yeah taco， 那个 taco， yeah， and one piece inside。Try. Can you use chopsticks? I think so. You don't even try. Yeah. It's easy. Yeah. You better try. Yeah. Inside, there's a bamboo. It's a vegetable. Yeah, vegetable bamboo. Bamboo. It's dry. Yeah. Little bit inside, okay? Thank you. Okay. Hamburger, close. That's a...Look at. Slow, slow. Wow. Oh my God. 你怎么这么可爱？来，我们来尝一尝丁叔的手艺啊 ，Very good. Try. Hi. 好吃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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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 my God. 好吃。好吃。就是你吃过这个菜没有？没有。你妈妈不会做上海菜哈？你现在可以做给你妈妈吃了。我发现今天我发现就第一天。怎么样，Joy？什么味道？好吃。你吃过扣肉没有？没有，第一次吃扣肉。哦，扣肉就是它主要是这个皮特别好吃，是吧？对。哇。好久没吃丁师傅做的菜了，特别好吃。这个肉很嫩。对，肉很嫩，是吧？那个 pork。我们还要介绍一下丁师傅，请我们吃这个就是笋子扣肉，还弄了几个凉菜。这个是丁师傅的锦江，现在丁师傅的这个餐厅是开在百家超市和惠康超市的这个熟食部哈，叫锦江。百家是唐城的百家。唐城的百家，这里是唐城的百家，我们的熟食部叫锦江。锦江啊，就在。现在呢，丁师傅呢准备呢做私房菜。做私房菜，对。随时随地，如果哪个朋友亲戚，老白，打电话过来。跟我定一下，我就可以开宴席，什么都可以。你这个地方够大，喜欢吃什么就定什么。这几个凉菜给我们介绍一下，这个我知道是烤麸，是吧？上海烤麸。上海烤麸。这是五香牛肉。五香牛肉。这是醉鸡。醉鸡。醉鸡，这是很特别的。这是上海的特色。南方的特色，莲藕，苏州、杭州，这是入的莲藕，塞的糯米是甜的 ，very sweet。你去 try 这个，老白，这是 chicken， 这是 beef， 怎么样？Which one you want to try？Joy， 你吃过这几个凉菜，你都吃过吗？这个我吃过，这个。但是尝一尝，那个是莲藕。你在休斯顿没有几家会做的。对。啊，我怕了，好甜啊。啊，是。喜欢吃吗？Chinese dessert。这七十块钱吃到现在，这么多的地方，沈阳扣肉肯定没吃。第一次。第一次吃，包括我们两个做小厨房的时候也没做。也没做过啊，我还从来没看过人家做这个沈阳扣肉。这扣肉啊，一定要做得好，才好吃。
如果这个皮没炸起来啊，没有吃起来黏黏的，有效果，不好吃，是像红烧肉，是，最主要是好吃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它这个笋呢，如果你不喜欢吃这个包的话，割的话，那就直接吃，就饭吃，吃饭有的时候白饭吃个30块，吃白饭啊，很多可以，It's very good. It's different, right? It's different and wonderful. It's very good.